各位台南的朋友，大家好，那我是林非凡，要跟大家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活动。大家都知道说，我们台南的五位立法委员的目前现任的立委，都即将投入在这个选举当中。我相信大家对这五位立委都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提问。那7月8号这个时间，就是刚好这个卧草跟台南新芽这两个团队大家一起合办的一个活动。那也希望五位的立委都能够如期如期的出席。